新嘅，我就新新地，但又唔算太新。我不經不覺都嚟講咗，我諗都有三四次噶啦，應該就因為頭先我聽阿郭師傅講咧，就起碼有一半嘅朋友係新嚟啊，咁亦都即係話有一半嘅朋友係舊嘅，咁亦都即係話咧，周易咧其實係有啲朋友聽過嘅，係咪啊？應該係咁講，個推理啱啊嚇。但係咧，點解我今次又再講下咧？咁除咗我根本冇咩第二樣嘢可以講之外咧。就是以前我初初嚟到郭師傅找我的時候呢，咁我都話不如講下周易啦，一般就叫易經啦，係咪？咁當時我都有講過，講過咩我反而我就唔好記得啦，因為我啲記性唔好。但係呢嗰陣時我記得就好匆忙嘅，咁就冇咩組織嘅，我仲搬一大扎書嚟俾你睇下咁，但係我今日就唔會啦，因為我入曬 PowerPoint 了。咁呢一個 PowerPoint 咧，其實就係我舊年喺大會堂學海書樓講嘅。咁嗰度又係同呢度有少少相似，就好多人係被拒諸門外，我都覺得幾慘。佢哋坐得100人，咁就根據啲朋友話翻我聽咧，佢有時有啲學登界。過嚟咁喺新界過嚟，咁佢又唔知道先到先得到，咁好多喺外面排完隊之後咧，請佢走咗。咁啲學生走咗咧，梗係怨聲載道噶啦。然後我先至嚟，到我出現嗰時候咧，就一片太平，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後來啲人先至話俾我聽咧，學生走咗。咁又試過有一次咧，大會堂。即係學海書樓講座啦，我好少去嘅，不過嗰次就因為紀念我一個老師嘅，咁啊舉行咗一系列嘅講座，咁我一定要去啦，因為我老師教我噶嘛。咁有一次講講下咧，就原來外邊啊發生咗啲不愉快嘅事件，咁我喺裏邊又唔知喎，我淨係見到有一個人。是我的師兄，即是師兄就是大學的師兄，咁啊以前啊做政府高官嘅，啊講講下又見佢走咗入嚟，裝得幾裝又見佢出翻去，啊冇幾耐佢又入翻嚟，咪有位坐，咁我一路講一路俾佢喺前喺後邊騷擾，咁我就覺得咦，點解會無端白事中入嚟又走翻入去出去咧？咁肯定就冇位先走出去啦。咁冇耐有啲人走啦，開始有啲人走，咁佢又咪坐咗，坐喺度。咁坐喺度咧，聚完舊之後咧，又有嗰啲有啲共同相識嘅人啊，不如去飲茶啦。咁我仲一齊飲茶，我飲茶好開心嘅，好開心嘅。直至到過多兩日咧，就政府打電話嚟道歉，康文署打電話嚟道歉。真係唔好意思得罪咗你哋咩？你啲朋友要多多原諒。咩事呢？我都唔知咩事，點解要道歉呢？原來喺外邊咧，我呢一個所謂朋友咧，我真係諗唔到佢會咁嘅，即係做完官應該謙虛嘅，係咪先？雖然啲官好高，官階都好高，原來佢喺外邊鬧人，佢唔信裏邊冇位嚇。咁可能佢仲講一句阿何某叫我嚟嘅，咁呢個我食死貓啦，我食死貓。咁然後咧同外邊人嗌，咁可能外邊看門口嗰個阿嬸咧根本都好慘噶啦，咁你入去睇下咯，有冇位咯？咁佢又嚟裝一輪，咁真係冇位喎，咁又走翻出去咯。咁走翻出去咧，我諗佢喺度等嘅。咁等到真係見到有兩個人走呢，咁佢又入返嚟就坐咗喺度，但係整個過程我係唔知嘅，亦都冇人話返俾我聽嘅，直至到康文署打電話嚟道歉。咁我話道歉嘅唔係你，道歉嘅我，我話呢個人呢就直情係累咗我嘅，唔使俾面㗎啦，呢啲唔使俾面，都過咗去啦。又過咗個幾禮拜，學海書樓就打電話嚟了解是什麼事，即都是那件事。那就我說過了去算了，我說這類講座你都不會再講的了。
同埋學愛書樓佢有啲啲重要啲講座咧，佢應該係喺中央圖書館銅鑼灣。咁中央圖書館可以館可以坐幾百人嘅，就唔同話嗰度坐一百個咁跟住走曬啦咁。嗱咁我咧之所以揀呢一個題目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因為橫掂都有一半嘅朋友未聽過。就是而家我哋研究周易啊，真係要有一個新嘅路向嘅。以往我哋讀周易，老師教周易，我哋係比較單純，就係講周易嘅通行本，即係大家揸住書局有得賣嗰啲，係咪朱熹啊，或者黃筆啊？或者你係中意草大書嘅孔明達嘅《周易正義》啊，即係總之係嗰種周易嚟嘅。但係事實上咧，而家係好多地底嘅材料。咁喺地底又好咧，總之地下咧，即係掘出嚟嗰啲材料咧，對我哋理解周易咧係好有幫助。咁就發覺個周易嘅神秘性咧，就漸漸就消失咗。咁就好似个钟摆就摆住喺另一边啦，啲人就挂住去研究掘出嚟嗰啲白书啊、竹简啊，咁嗰啲就变咗主角噶咯，咁嗰啲就证明呢个通行本呢个字错咗啊，呢度解错咗啊，千疮百孔，咁讲下讲下咧，咁个通行本嘅周易咧就好似魔鬼咁噶咯，就系衰人嚟嘅，原来地下掘出嚟嗰啲嘢咧先系啱嘅，咁呢个系一个错觉，呢个都系一个错觉。其实呢通行本的周易是这么多大鱼，由汉朝数下来这么多大鱼浪费了 成世人的心机去研究呢，不论它对与错呢都已经是成为一套学说，那套学说已经是很牢固的学说来的。就算地下猛掘东西出来呢，你都只可以说是周易的前期嗰、那個狀態嘅啫，因為我哋咧就可能又是啲比較傳統嘅文人啦，過去個譬如幾百年咁啊，我哋揸住一本書咧，我哋就當咗佢一本真係書啦，經書就經書，紙書就紙書。好多時候我哋冇諗嗰本書成形之前係點樣樣嘅咧，佢成形之前一定有好多樣貌啊，然後砌下咧，先至有一個定咗個版本。咁嗰個咧就係大家去研究嘅版本，咁周易都唔例外啊！周易源遠流長噶嘛，咁地下啲材料咧就話俾我聽，我哋聽咧原來有好多好有趣嘅嘢，但係就唔好因為咁多有趣嘅嘢咧，就覺得而家個通行本一無是處，係咪？就算我哋占卜啊、占世，下次如果有興趣，我就帶啲師祖嚟占俾你睇啊，咁都係通行本嘅嘢嚟嘅啫。之前有啊，都唔系咁样细法嘅，都唔同嘅。其实咧，一路变，一路即系有啲嘢俾人拎走咗，有啲嘢加入，咁终于喺汉朝慢慢就成形，又列于学官。咁即系话咧，政府都重视啦。咁列于学官都有唔同版本噶，有唔同加数噶。咁即系话咧，都系慢慢咧有异有同，咁然后先至传到落嚟我哋嗰度嘅。所以我覺得咧，而家研究周易咧就客觀啲。譬如早期嗰啲學者咧，佢係堅信好多嘢噶嘛，即係伏羲就畫八卦，文王又畫卦辭啊，咁啊，周公又幫手啦，梗係畫埋寫埋爻辭啊，咁好多咁樣嘅傳言咧，又未必百分之百準，但係亦唔可以話百分之百冇。所以都是存疑的，但是周易之源远流长呢，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又在这里看看呢，究竟这几十年来那些简白的周易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呢，那我就给大家看看啦。我现在看看。好啦，简白的材料啊，我都要看清楚，有些反光，等等。是，
嗱，有卦画卦名嘅简白材料，嗱简就一般我哋讲嘅竹简啦，白咧就系1973年嗰本白书最紧要啦。其实唔系白书，系一块嘢仲断开晒嘅。咁就1973年咧，马王堆嘅白书周易出土，嗰、那个就最轰动嘅，最轰动噶啦。咁跟住又唔知点解陆续就有嚟咯。1977年浮阳汉简嘅周易，1993年皇家台秦简，我一阵会再详细啲讲嘅，就掘咗一扎嘢出嚟咧。嗰啲专家都怀疑呢个可能系龟藏易，但系唔全面嘅，零零碎碎嘅，好多都腐蚀咗噶啦。咁跟住咧就战国楚竹书咧，就1994年买嘅，就喺而家就喺上海个呢个博物馆嘅。咁然后就战国嘅楚竹简咧，就而家就喺清华大学嘅。咁所以战国楚竹书咧又叫做上博楚竹书，战国嘅楚竹简咧又叫做清华简。咁去清华简就2008啦。咁但你又睇下喎，呢度好清楚啊，嗰、那个系买翻嚟，喺个市面度买翻嚟嘅，系啲古董市场啊嗰啲地方。咁所以你一买咧，你估都估到噶啦，跟住就有文章出咧。假嘅，吓、啊、就讲好多理由系假嘅。战国楚竹书有文章话佢假嘅，战国楚竹简都有文章话佢假嘅。原因好简单，冇出世子。喺坟墓掘出嚟嘅咧就有出世子。咁但系我系外行嘅，但系我睇下睇下咧，即系冇乜理由假得咁真嘅。真係假得好真咁樣，我可以俾你睇下啲圖片。嗰、那個就算假嗰個人啊，本身都係神嚟噶啦，都唔係人啦，人啊假唔到嘅呢啲嘢。咁我哋就睇一睇啊。咁我哋跟住落去先啦。咁又有一批咧，就係、是、有卦畫，但係冇卦名嘅嘅竹簡材料。咁嗰啲就仲零碎添，嗰啲。問題就不大噶啦，即系都唔知點理佢噶啦。天星冠楚簡、包山楚簡、新蔡或者葛陵楚簡，咁嗰啲就係好零碎。咁就有少少咧，就係冇掛畫掛名嘅竹簡材料，就主要係因為根本腐蝕曬。咁嗰啲主要都係占世嘅記錄嚟嘅啫，嘅記錄嚟嘅，真真正正幫助我哋啊！嗰啲記錄唔係話唔好。佢起碼話到俾我哋聽，當時嗰啲數目字係點寫嘅，但係真真正正幫到我哋去了解而家我哋嘅通行行本周易咧，就係甲類。好啦，有卦畫卦名嘅簡白材料，白書周易。1973年12月喺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我谂呢个在座嘅朋友好多都听过噶啦，都知道晒噶啦。咁你睇个尺寸啦，唔系好大块嘅啫，但系藏咗好多嘢喺嗰度，啲字都而家睇翻转头都几靓嘅，其实。咁就嗱，我哋读周易咧。我哋系分经同传噶嘛，我谂大家都会知啦。譬如卦辞、爻辞咧，咁嗰啲系经部啦。咁其他啲咧就系传嚟噶啦，即系嗰啲咧就唔当经噶啦。不过喺我哋嘅心目中咧，传都系经啦。咁所以有时候统称易经啦。所以喺外国咧，譬如话佢哋要读周易，睇个翻译本咧，佢一般嘅翻译都系易经。咁喺我喺外國教書嘅年代咧，就仲係用緊嗰啲叫 Weigel system 啊，咁就寫住 I-CHING 嘅啫。咁你美國學生望到佢就 I-ching， 即係佢唔知道個 I 就係等於 E， 等於 Y-I。咁到後來拼音流行啦，咁而家一般嗰個翻譯咧就會變咗係 Y-I
JING 易经，但系冇人好似未，即系好少人话周易，即系外国嘅翻译好似话周易，因为睇唔惯啊，冇人买嘅吓。你话 I Ching 有人买啦吓。咁咧白书咧就系冇嗱，仲有我哋分上下经噶嘛。上经就六十啦，上经就三十啦，下经就三十。上下经齐唔齐？我一时都冇乜记性，总之分上下，我一突然间乜都记唔到啊。咁加埋就六十四卦啦。咁但系咧喺以前嗰、那个即系掘出嚟啲嘢咧，系唔会咁样分噶。佢分即系三十同三十四啊，应该三十四啊，三十同三十四啊。咁咧就。在呢白書或者竹簡嗰啲係唔會分嘅，佢一卦一卦咁樣嚟嘅嚇。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白書咧佢發現到白書裏邊咧係冇吞詞、冇象詞、冇文言、冇序卦、冇雜卦，但係就有大部分而家我哋嘅系詞傳嗰啲文字。我假設你哋都讀過周易啊，我假設你讀過周易啊，咁咧就系詞傳都好重要嘅。白書周易有大部分嘅系詞傳嘅文字嘅，咁呢個對我哋個幫助有好大嘅。咁另外咧就仲有而家我哋說卦傳嘅前三章，咁其他嗰啲就冇啦，吞象嗰啲就冇嘅。就仲有一樣嘢有趣嘅咧。就是它有五篇，我们叫它做日书或者日文，是以前见不到的，都是讲关于周易的，又有五篇，我们一般叫做日书，命名呢就用它开头的几个字呢就来命名的。白书的阳爻呢，白书的阳爻就是一横，大家都知道，但是个阴爻呢就不是好像我们通行本那样断了的一横，它是好像个八字那样的，那这个就是其实即是八字。那你看白书和再看后面的楚简呢，你就明白到周易的前身呢是一些数字卦，阴阳是后期演变出来的。佢唔係八就係六噶啦，即係最到後來，咁就再拉翻直咧，就好似而家嘅一畫斷開咁樣樣。哇！呢一度咧就，大家睇唔睇到啲嘢出嚟呢度？九二啊，現龍在田啦、啊，利見大人，睇唔睇到啊？嚇，咁咧，好啦，九三啊，君子終日乾乾。嗱，咁佢寫咗呢個乾咧，跟住兩點，即係話重複個字啫。嗱，呢个就好有用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个字啊？呢度就系蒙啲嘅，我都同意，几难睇嘅。嗱，如果再摆到上边，你更加睇唔到啦。乾元亨利贞，你更加睇唔到啦。咁但系咧，君子终日乾乾，呢度唔知道有冇遮住你啦。嗱，呢度吓，大家留意一下啦。君子终日乾乾，你直剔药啦。咁呢个乾字咧，其实咧系金字边。一个建筑的建，亦都是我们关键的建。白书的乾呢就是这样写的，就不是个干字。看到了吗？看到之后呢，我们慢慢 再去了解它。那我们现在又去，我都有些手忙脚乱，因为我又要倒回转它。好啦，我睇下。好，
呢一度咧就有啲嘢好得意嘅。睇先啦，我 check 下呢度先。啊，得啦，呢个字，呢个字，嗱呢个系六字啊，呢度系利永贞。李永贞啊，喺呢度。咁理论上，大家读开《通行本周易》，你知唔知嗰度我想讲边个字啊？乜嘢六李永贞？有冇人知道？初九潜龙勿用，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健健，食剔若厉无咎；九四或若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佢有嗰个用九嘅，大家等我有冇听过啊？用九嚟现群龙无首吉，咁同样地咧，佢又有一个用六嘅嘛。佢喺嗰个上六龙战于野，奇血元王之后咧，佢有个用六就是、利永贞啊，咁就系写用处个用嘅，系用处个用嘅。但是当时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怀疑呢，这个用字是不是用的，是不是用字，可能不是用字。开始有人怀疑它可能是个同字或者个通字。因为根据左传呢有提过的，它有提过类似的东西，它不是用到用六同六，但是它有佢有類似嘅句子，令我哋懷疑個用字嗰個真實性嘅。咁《白書周易》一出咧，我哋一睇呢一度咧，我哋睇呢個字咧，呢、這個就唔係用字嚟，呢、這個係個同字一個撐艇。咁呢個其實就係個通字嚟，因為用六同通六咧嘅意思就唔太一樣嘅。用九同通九咧嘅意思又唔太一样嘅。我哋话用九咧就系善用呢个九啊嘅道理，用六咧就系善用六嘅道理。因为咧，咁呢个又啱嘅，又有意思嘅，又有意思嘅。所以后来嗰啲文嗰啲注解嗰啲人咧，通常都系解用九用六嘅。咁咧就。咩叫用九呢？你善用呢个九嘅道理呢，你就唔好太过阳刚啊。因为上九呢就已经亢龙有悔啦嘛。咁用九呢就係话唔好太过阳刚，你就要现群龙无首，好多条龙。但真正个领袖呢，去领导群雄嘅时候呢，佢唔会话我係你哋嘅领袖。因为我咁牙刷嘅话咧，你就会怼冧我噶啦，所以就要现群龙无首，大家都有份讲嘢，大家好似平等咁样，讲到咁上下咧，仲令你觉得嗰个谂法系你开始嘅，即系我哋英文所谓 ownership 啊，讲到好似你有份嘅，咁样咧，咁呢个领袖就成功啦，所以要现群龙无首，其实呢个系好嘅。但是如果通九呢，就又有不同解法的啦。即是说六爻都是九，即是说你占卦占到六爻都动的话呢，那就等于是现群龙无首啦，你就要小心啦，因为这么阳刚的话呢，就千万不要以领袖自居啊，这样就是这样的。不过占卦很少会有见到六六爻皆动噶嘛，咁点解会系咁咧？佢梗系唔知啦。咁用六咧，亦都系你善用呢个六嘅道理。六系柔弱噶嘛，系阴噶嘛。咁你善用六嘅道理，你咪利永贞咯。你系要永远精固，长期精固咯。咁你可以久远啦。咁同样地，如果你系通六嘅话咧，即系六。六爻皆动呢，咁就即係由上加油啦。
咁啊真係做唔到嘢㗎啦。咁所以嗰個領袖呢出到嚟呢，或者占卦嗰個人呢，就要精啦，要正啦，要剛啦，就唔好太過柔弱，如果唔係做唔成事嘅咁樣。咁但係呢句白書一出呢，真係令到人哋睇到啊，原來左傳嗰個呢就啱㗎喎。佢真係通六同通九嘅，就咁樣。咁大家仲好会留意到呢个坤字呢个坤卦坤卦个坤呢就係咁嘅啫。就唔係而家我哋个土字边呢个身嗰个坤嘅。咁呢个坤呢、這个即係三脈呢个坤呢係好耐历史㗎啦。咁后来汉去到后来汉朝嗰啲书呢，而家都仲系你睇返汉朝啲书呢，佢哋好多时候乾坤都仲系用嗰个嘅。咁嗰个顺字呢就喺嗰度嚟啦。是吧，个顺字在那里来了。咁剛才我讲返嗰个乾卦原来唔係用个干字㗎喎。我真係假设你哋读过周易㗎，如果你未读过周易嘅话呢，你真係你係发緊梦㗎啦开始。因为你唔知道我讲嘅咩㗎啦。咁呢就乾卦嗰个乾呢，喺通行本周易呢就係用个干字㗎嘛。干字可以读乾㗎嘛。关键呢个乾呢本来是一个上升字，本来是上升字，你查字典呢，这个字是阳上升的，但是呢 在粤音呢阳上可以作去嘛，所以我们现在就逐读了见呢就是阳上作去，这个是其中一个音，第二个音呢就是乾了。以前的人白书未发现到的时候呢，全个中国的学者都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原来周易嗰个乾卦嗰个乾系可以咁写嘅，但系同时呢，嗰阵时嘅运输字典，好似广运嗰啲呢，又清清楚咗话俾你听呢，呢个关键个乾，仲有第二个音啊，就系乾。嗱，佢唔知道，大家未见过白书周易噶，因为汉朝咁埋咗喺个坟墓里边，就直至到1973年先至出嚟嘅啫，中间嗰啲时候系冇人知噶嘛。就算你汉朝自己整整下啲人都唔知道原来乾卦个乾系可以金字旁一个见嘅。佢系唔会知嘅。咁但系好有趣嘅就系呢，呢个关键个见呢原来可以读乾㗎喎。咁一路又传到落嚟喎。字典又有乾嗰个音㗎喎。咁呢个就好得意嘅。因为佢有乾嗰个音呢，但系就唔知道原来个乾字系可以咁样写嘅。好啦，咁呢一度可能就可以俾你睇到多啲啦。係啦，咁喺呢度呢我又可以玩下呢个 laser 啦。啊，呢张係清楚好多啦。咦，我仲搞咗。係呢、這个得。OK。呢个乾字啦。这个坤字乾坤定义、啊、天尊地卑乾坤定义、啊、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啊、这个位字呢他写到个立字，你可以见到古人写字呢他没什么所谓，因为那时候被规范化嘛，那个立字其实就是个位字来的，他是没有写到企人，还有读音呢个韵是很似的，所以才会这样写的、啊，咁你可以见到呢，白书里面个乾就係呢、這个坤就係呢、這个 ,ok, 嗱呢个就係坤啦。因为咁样呢你就即时知道点解汉朝咁多书个乾坤个坤字係咁写嘅呢，咁原来呢个係一个传统嚟嘅，白书都已经有啦。咁但係唔係个坤字就係咁样写呢，係其中之一种写法。因为你一发现到嗰个清华简啊、甚至嗰个归藏呢，个坤字都唔同写法嘅。好，咁我哋又一路落去啦。